好，来，大家稍往后退一小步，来，请我们威神 V 给大家打招呼。好的，威 V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威神 V。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董思成云云，然后可以叫我董老师，也可以叫我小云，都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队长坤乾坤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报的，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啊，叫做挪移，所以今天我跟他就是乾坤搭挪移。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 Ten 李永新，今天我希望我的微笑可以让你更开心。你看他那个宝宝有点害怕，人太多了，对，他很害羞，对，很害羞的哈。好，下面到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 Lucas 黄旭熙，靠在我身上，我让我保护你的黄旭熙耶。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 Henry 黄冠亨，你有想说的吗？啊，对他说要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开心每一天。啊，谢谢。俊报的这个一直在瞪我，这个最沉，是的，好重啊，是不是很沉？好，来，赶快做自我介绍，来，肖俊。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肖俊。OK， 大笑。大头，你是腿在抖吗？因为沉的腿一直在抖。大头很重啊。对，好，来，洋洋做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， 腿最长，跟他一样可爱的老妖洋洋。哎。